今天也辛苦了，今天的疲劳压力先解乏，再去睡觉吧。把手指交叉拉到前面，再拉到头上。手拉高，肩膀往下。慢慢呼吸，先呼吸。手放在头后面，把头往后。先掌腋下，继续慢慢呼吸，手松开，脖子先掌，手放在头，轻轻的放就好了。换个脖子的角度，45度，另外一个手放在后面，45度，后面的手往内往外慢慢转。另外一边一样，轻轻手放在头上，不需要用力压另外一边的肩膀啦，下面换个角度，后面的手慢慢转，脖子跟肩膀舒压，放松一下。手臂交叉拉高，身体慢慢转，让肩膀放松。上半身一起转，把手拉高，手放开，手臂往后再拉开。另外一边一样拉高，慢慢转，手拉高，吸气，吐气，手放松，
拉到后面再拔开。下一个动作，左脚打开，屁股后退一下，让胳膊先直，右手先直拉高，左手抓脚趾头，胸口打开，身体不要往前，身体侧面拉直。右手弯曲，吐气的时候，身体再靠左脚。右手慢慢转圈，两手抓脚趾头，不需要勉强拉直，自己觉得舒服的程度就好了。吐气的时候再往前，回去中间，换脚，左脚打开，一样胳膊拉直，左手先直拉高，身体往右边，左手弯曲，胸口打开，左手转圈，两只手抓脚趾头，吐气的时候身体再往前，身体回来中间。下一个动作，四肢爬行，背部拱起，继续慢慢呼吸，背部向后仰，再一次拱起，向后仰，身体趴下去，手拉到前面，下一个动作，躺下去，膝盖立起来，双手交叉拉到背后，屁股抬起来，拉高一点，
慢呼吸，不要咬紧牙齿，保持轻松。准备慢慢下来，肩膀脊骨从上面一个一个下来，脚伸直，放松一下。膝盖立起来，再往左边放下，找一找自己最舒服的位置。准备换另外一边，往右边放下，先呼吸。慢慢回来，中间两只脚抬起来，手指头抓脚趾头，再拉高，有感觉到大腿背面的拉筋吗？手放在小腿背面，再往前拉，慢慢放下，把两只脚抱起来，摇一摇，前后左右，手放开，轻松一下。左脚挂在左脚大腿上，把左脚抬起来，让屁股拉筋，放松。换脚一样挂在大腿上，拉高，放松，手放在上面，手跟脚拉远一点，放松一下，脚打开肩膀的宽度，手拉下面打开一下，先呼吸，慢慢吸气，慢慢吐气，身体贴在地板，越来越靠近地球，深深的地方。今天辛苦你了。
一天哦，晚安。